一开始也不知道哥哥说了些什么，但是他这个笑肯定是一句调侃。No, not every day. Wow, No. 但是我得说一句，哥哥不管是用哪国语言，他是真的很会抓重点，但是也能知道他究竟在乎的是哪一个。每天都跟别人聊天吗？Show you are. Everything is for work. Show you are.Everything's for work. Me too. 所以整个过程就是，如果你非要说你聊天是因为工作，那我也是因为工作。哇哇哇哇哇！我怕刚才。哇哇哇哇哇！意思。啊，波波一次一次的纠结点就是，可是和你聊天的是女生啊，而且波波这个动作就真的，宝宝好委屈的感觉，甚至有一种他好像都要吵哭了的感觉。你过来呀！这个啊，你过来。방금다들었잖아여자소리나는데여자소리你开始乱讲了是吧？안돼안돼다들었어안돼스키야委屈巴巴的，刚刚我都听到了，是女生的声音。可是哥哥一直就说呀，那是女性朋友啊，你为什么这么纠结于女生呢？所以你到底假装不在乎的偷听了人家多少电话，今天听到了，昨天也听到了。你们说想演警匪的出处是从这里来的吗？一个看到一个听到，都有当侦探的潜质呀。而且哥哥过分了啊，你都已经连续了两天跟人家别人聊天，你还理直气壮的让人家滚开。所以三国语言吃醋这里一直到结束，我想说最后他们都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哇还得还得还有病吧，你们工作不好吗？还得还得你摊腿了吗？我腿上全是汗。那么一直到最后呢，哥哥的这个心疼有没有弥补到你小小的遗憾呢？而我之所以没有把这三国语言吃醋剪在一起，是因为想要连贯的说一说接下来的这个滑雪。吃醋后再次休息时，两个人就各自翻着手机，也就是因为这段花絮的某张照片流出，出现了波波第一次的大黑七天七夜。我记得我看过这样一句话，跟他哥聊完天就去看美女，但是这个推断也不太合理，他才刚刚因为他哥跟女生聊天而吃醋，这么快就自己又去翻。以他刚刚吃醋的状态来看，说他去看女生的照片，不如说他是在翻自己微信里女生的占比例更贴切一些。不管是默默的还是真心的想要做一个对比，这种可能性应该更大吧。拍他手机，拍他手机，拍他手机。说完他在翻女生照片后的理解，再来看一看他发完放下手机后跟他哥聊天的内容。所以当花絮连接上，我甚至感觉我说他在做对比都说简单了，他们可能各自清楚了一些什么对方在乎的东西。抖音